近日，我们拍到国民舅舅王耀庆现身机场。当天，他一身休闲打扮，戴着迷彩口罩，打扮非常简单。刚一走出闸口，他就直接走到机场的自助开水机面前，掏出保温杯涮了涮，然后接了一杯开水喝了一口。这出门还要自带保温杯，舅舅也是相当懂得养生呀，大概是要等人过来。随后王耀庆就坐到椅子上，打开手机开始玩游戏，周围的路人也没有认出他，可以说是相当悠闲自在。过了一会儿，助理推着行李到达，两人随即就一起前往停车场。而在荧幕上非常活泼的王耀庆，私下却是非常安静。两人畅通无阻来到停车场，找到自己的座驾，一起乘车来到酒店。在拿好行李以后，王耀庆就与助理一起进入酒店，然后乘坐电梯上楼。前段时间王耀庆担任某活动的主持人，全程大放异彩，客串李现的新电影也收获好评。那就期待他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欢笑吧。